这地方不错呀，嗯，你喝，我的孩儿，我抽什么吧？哎，大哥，咱这托生挺不错呀，这是天堂吗？这是，都说是这么些好吃的，这啥天堂呀？这奶酪的，赶紧倒就完了，快吃吧。哎呦我去，这也太不讲卫生了，随地乱泼着呢。管他呢，你快吃就完了的，你一条蛆还嫌弃这嫌弃那的。是啊，我是蛆的，哎，管了管了。这奶酪上怎么招蛆了这？你放心吧，这是意大利卡多马夫的奶酪，这些蛆都帮着奶酪发酵的。你吃完了出事不还有我吗？